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.6 版原神活动攻略第三关满奖励原神震惊的应用研究，4月30日一更低配满奖励攻略。力的话还是选择10倍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四个角色全部上上去啊，试用角色上半全部用试用角色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共鸣全部连中间这个，接着下半的话需要用你自己的角色，你看你自己有什么角色，例如说只要是你主 C 的配对，你看你是用什么配对的啊，我放个香菱吧，然后共鸣也是连中间这个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开始啊。好，这边龙王 E， 然后林尼特 EQ， 然后夏洛蒂EQ 啊，然后莱欧斯利 Q， 最后我们切龙王 Q， 然后战场普攻。前面的这一套是先帮这个龙王叠被动啊，这样可以把龙王的被动叠到两层。然后最后我们就直接驻场吸是球，然后开喷就行了啊，一直普攻，然后就一直重复这个刚才这个循环，好吧？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上半的话能打多少分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上半直接用龙王喷就差不多已经喷满了，然后你看你能不能喷到4000分啊，然后下半的话就用你自己的角色然后打一打就行了啊，因为分数已经满了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就打成这样啊。